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尔时世尊知诸大弟子心之所念靠诸比丘是须菩提与当来世奉经三百万亿挪由陀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常修梵行具菩萨道于最后身得称为佛号曰名相如来因供正遍之名横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师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个前边这三个大弟子呢以偈颂来请问佛完了之后当儿之时在这个时候世尊释迦牟尼佛呀知诸大弟子心之所念因为这个三个大弟子来请法以偈颂来请佛呀受偈佛呀就知道所有的这个诸大弟子心之所念他心里啊想念的什么事情在这个金刚经上说一切众生绕干种心如来细知细见所有一切的众生啊有种种的这个心念佛呀都知道啊所以现在说啊一切大弟子心之所念佛啊已经知道了于是乎啊就告诸比丘啊告诉啊在法会的这各位大比丘是须菩提呀、啊、说、啊、这个空生啊于当来世于当来呀、啊、就是将来在未来的时候奉谨他呀恭敬谨见三百万亿挪由陀佛挪由陀啊也是印度一个大数目之一这是一个大数目供养供养啊十种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佛常修梵行常常的时时刻刻的修这个清净的梵行具菩萨道具足啊菩萨所行的这个六度万行之道于最后身的他在最后行菩萨道那个最后身呢得成为佛这个须菩提呀他成佛成佛号曰名相如来他这个佛名字叫什么名字呢叫名相因为须菩提呀、啊、他解空第一知一切诸法空相那么一切诸法空也是个名相所以呀、啊、
他成佛的时候呢，就叫明相如来。这明相也就是名，有一个相，只有一个名相，也就是虚空。如来，这如来呀，就是乘如实之道来成正觉，这叫如来。应供，应供啊，应该受人天的供养。正遍知，他呀知道心生万法，这叫正知。他又明白呀，万法唯心，这叫遍知。明恒足，他呀这个智慧光明啊和修行啊都充足了。善事世间解，他呀到一个好的地方去。世间解，世间呢是最解脱的一个人，无上士。又是世间呢没有在家乎其上的，没有在比他高上的，是这么样的。调御丈夫，他也是啊调御众生三界一个大导师，一个大丈夫。天人是天人啊，这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的那师父。佛怎么叫佛呢？有人听过经的是明白什么叫佛，没有听过经的还有啊不知道什么叫佛。佛呀就是人，人也就是佛。可是啊佛是佛，人是人啊，你不能说是啊佛也是人，人也是佛。也可以说佛就是人，人也就是佛。佛就是人修行成的，那么人呢你要修行才能成佛，你要不修行就不能成佛。所以说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佛是众生修行成的佛，那么众生啊也要修行才能成佛，你要不修行说是啊我就是佛，那是不可能。所以呢佛虽然说是就是众生，但是要修行才可以成佛，众生不修就不能成佛。佛要原来不修行也不能成佛。那么佛是人修行成，可是啊怎么样修行呢？第一你要啊觉悟，这个觉悟啊不是要人家觉悟，要你自己先觉悟，你自己先明白了。觉者就佛也，迷者就是众生。你觉悟了就是众生中的佛，你要是迷，在迷的时候就是佛中的众生。所以啊相差就是一个迷一个觉。这个觉啊也就是一个真明白了，说觉悟了，觉悟也就是真正明白了。那么这自觉，自觉啊和这个凡夫就不同了。这个凡夫是不觉，不觉什么呢？他不觉悟，他有毛病；不觉悟，他有罪过；不觉悟，他造了很多业。俺们所造的这个业，因为没有形象，如果要有形象啊，这个虚空虽大已经啊会装满了，把这虚空都会胀破了，胀碎了。就因为它没有形象，所以啊不用把它
找一个地方放下，但是他可不理你，随时随地都跟着你。那么这个不搅就是反腐，搅误了这是自搅，自搅就是和反腐不同。那么单单自搅是没有功德啊，还要去立功。怎么立功呢？要自搅搅他，我自己搅悟了，我用这个搅悟的方法，搅悟这个道理，再去搅悟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啊也都和我呀、一起得到这个搅悟啊，这就是啊行菩萨道了，这就和二乘人不同了。搅他呢，这就是行菩萨道，和二乘人呢不一样了。虽然自搅搅他呀，可是没能搅横圆满，你自搅也圆了，搅他也圆了，这叫搅横圆满，这叫三搅圆，自搅圆，搅他圆，搅横圆满，圆了三搅圆，万德呀也得充足了，这所以叫个佛。世尊，世尊，世间呢最尊贵的，不单世尊，是世出世之尊，世间和出世间的一起都要尊重这个佛。节名有宝，国名宝生，其度平整，玻璃为地，宝树庄严，无主丘坑，沙砾荆棘，遍历之辉，宝华福地，周边清净，七度人民，皆处宝台，真妙楼阁，声闻弟子无量无边，算术譬喻所不能知，诸菩萨众无数千万亿罗由陀，佛寿十二小姐，正法住持二十小姐，相法一住二十小节，其佛常出虚空，为众说法，度脱无量菩萨及声闻众。而是世尊欲成玄此意，而说既然，皆名有宝。这个劫呀，名相如来在出世，这个劫叫什么名字呢？叫有宝。什么叫有宝啊？有什么宝啊？有佛法僧三宝，国名宝生，这个国啊的名字就叫宝生国啊，因为有佛法僧这三宝生在这国家。其度平正，这个国家的土地呀非常平整。为什么他这个土地平整呢？因为须菩提呀他所修的心地平整了，所以啊这个土地也是平整。玻璃为地，这个地是什么做成的地呢？是用这个玻璃造成的这个地。因为须菩提智慧光明啊所修的，所以玻璃为地。宝树庄严，这个树啊就自然生成的，都是这种宝树庄严这国家。无主丘坑，
没有山丘，也没有土坑，沙也没有沙子，砾没有这个瓦，碎瓦片都没有，荆棘也没有啊，生刺的这种荆棘的树，便利之会也没有，大小便的这种的不干净的这个东西。宝华福地呀、啊，有一种啊，宝华呀、啊，来盖覆这个地，周遍清净啊，任何的地方都是清净的，没有污浊。其度人民，这个所有的人民接触宝台，都啊居住在这个宝台上。用七宝造成的真庙楼阁，这个楼阁呀也都是用七宝所造成的。声闻弟子啊，这二乘的声闻弟子啊，无量无边，没有数量也没有边际，算术譬喻所不能知。你就用算术算，用譬喻来譬喻，都不知道它的数目。诸菩萨众，这个声闻弟子这么多，菩萨呀、啊、也是这样子，诸菩萨众啊，啊，无数千万亿挪由陀，有无数啊千万亿那么多的挪由陀。这个名相如来这个佛的寿命啊是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他的正法住世啊二十小劫，二十个小节怎么长？相法住世也是二十个小节，其佛常处虚空。这个名相如来呀，常在虚空里说法，在虚空说法，这是啊，表示第一空。第一个一空啊，的一个表现，为众说法，为大众来说法。度脱无量菩萨，度脱无量无边那么多的菩萨及声闻众和这二乘的众生，而时世尊于重选此意而说偈言。这个当儿之时啊，释迦牟尼佛想要再详细说一说，所以后边呢说出一些个偈颂来。诸比丘众，今告汝等，皆当一心听我所说。我大弟子须菩提者，当得作佛，号曰明相，当供无数万亿诸佛，随佛所行，见具大刀，最后身得三十二相，端正出庙，犹入宝山。诸比丘众，佛呀叫一声说，你们这各位诸大比丘啊，今告汝等啊，我现在告诉你们各位，皆当一心呐、啊，你们大家呀都应该一心，一起心，一起心干什么呢？听我所说呀，你们要听我给你们说法，不要打妄想，不要睡觉。我大弟子啊，我有一个大弟子，是啊，最好的一个徒弟。这大弟子啊，就代表好弟子，这么讲啊，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弟子，是谁呢？就是这个须菩提。须菩提，你们都各位知道，他有三个名字，一个叫空生。为什么叫空生呢？哈、啊，他父亲呢、啊？有很多的财宝，用108个仓库来都装满了，
可是须菩提一生出的时候啊，把所有仓库里他的宝贝都没有了，所以叫空生啊，他一生出就空了，仓库都空了，所有的装宝贝这个宝库啊都空了，所以叫空生。他这一空了不要紧呢，他的爸爸就慌起来，他要英文叫什么 nervous 啊，就着急了。为什么着急？说啊，我这么多的宝贝都没有了，都哪去了呢？是不是被人给抢去了啊？被人打劫去了？于是乎就去扎尼卦，问问这个宝贝都到什么地方去。去一算卦呢，既善且急啊！你这小孩子生出来，又善又急，这非常的好啊，非常吉祥的，所以呀、又给他起名字叫不叫空生了，又叫善吉。等过了七天之后，这108个仓库里的宝贝又都现出来了，所以又名叫善现，有这么3个名字。所以呀、跟着佛修道，佛也很欢喜这个大弟子的啊，非常的爱惜这个弟子，对这个弟子啊是特别的注意。所以呀、他说我大弟子须菩提者当得作佛，你们不要小看他呀，他将来也是作佛的，将来会做佛的。号曰名相啊，他那佛的名字啊就叫名相如来，当供无数，他应该供养无数啊这么多的佛，万亿诸佛啊，300万亿诸佛嘛，所以这也很多数目了，所以说无数。随佛所行，最要紧的你们要看这一句经文。为什么他成佛了呢？因为他就跟着佛修行，佛修什么法他就修什么法，佛行什么道他就行什么道，所以随佛所行，佛所修行的这个道啊，他都跟着修行啊，不是说佛修行我不修行啊，佛不修行我修行啊，自己要做一个特别的，比佛都都超佛，超过去佛了啊，那就是错了。这要跟着随佛所行啊，见具大道。这个见呢，所以你就修行不要着急，不要说是我这个毛病去不了也着急了我这个欲心呢生出来也着急了，你不要着急，这见具大道嘛，慢慢的来啊，不要着急。但是修行可是要修行，你不要净迷了，一迷呀、就跟着迷跑了啊，不就不着脚步了，越迷的时候你越要迷啊，就不想脚步了，那就错了。你想脚步那就是跟着佛行，你不想脚步跟着那个迷跑啊，那就是不是跟着佛行了，不随佛所行了。见具大道，你看看这须菩提都是慢慢修行成佛的，经过300万亿个诸佛，你看那多少了啊，多少不一定几个劫才出现一尊佛，那么他呢供养300万亿诸佛，见具大道啊，一天一天的就修成大道了，最后身得，他在最后那个行菩萨道那个身得到32相了。你们修行啊，为什么要修行呢？就修行啊，想要相好庄严啊。佛有32相，端正出妙啊、又端正又妙好。犹如宝山，就好像一个一架宝山似的啊，这一架宝山
你看人人见着都会欢喜，你人这个身体好像一个宝山似的，所以也人人见着你就恭敬。其佛果度，严净第一，众生见者无不爱要，佛于其中度无量众，其佛法中多诸菩萨，皆悉立根，转不退轮。彼国常以菩萨庄严，诸声闻众不可称数，皆得三明，具六神通，住八解脱，有大威德。其佛说法现于无量，神通变化不可思议，诸天人民数如恒沙，皆共合掌听受佛语。其佛果度严净第一，名相如来这个佛果度严净第一，庄严清净第一，众生见者，所有一切众生到这个果度里边无不爱要，都欢喜这个果度，好要这果度。佛语其中，这名相如来在这个果度里边度无量众，度脱有无量无边这么多的众生。其佛法中，在这一位佛的法当中啊，多诸菩萨这菩萨是很多很多的，皆系立根，都是非常立根聪明立根，转不退轮，转不退转呢这个法轮，都是弘扬佛法教化众生的净佛果度。彼国常以这个佛国里面呢，常以菩萨庄严，以这个大菩萨来庄严这个佛度。诸声闻众，这所有一切的声闻众啊，不可成数，也是无量无边的，说不能尽的嘛。皆得三明，都得天眼明、许命明、漏尽明，具六神通，得到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许命通、漏尽通、神足通，住八解脱，住八解脱，这八解脱呀，见内有色想，观外财解脱，内无色想，观外财解脱，这是净解脱身具足住。还有这空无边处解脱，实无边处解脱，无色有处解脱，非非想处解脱，还有灭受想定具足住解脱，这是八解脱。有大威德，这个佛呀这国里边呢，这个声闻弟子啊、菩萨弟子都有大威德。其佛说法，这个佛说法的时间呢，限于无量它限无量的神通变化，在虚空里说法不可思议，诸天人民，这一切的天上的人、人间的人民，数如恒沙，数目啊有恒河沙那么多，皆共合掌一起啊，都合起掌来听受佛语，听受佛所说的法。其佛当受十二小节，正法注释二十小节，相法译注二十小节。其佛当受，这个佛呀，那寿命十二小节，正法注释呢二十小节，相法已住二十个小节。尔时世尊复告诸比丘中，我今与汝释大迦瞻言，欲当来世以诸共具供养奉施八千亿佛，
恭敬尊重诸佛灭后各其他妙，高迁游巡，众广正等五百由旬，以金银琉璃车具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众花璎珞，扑香墨香烧香灯盖床幡供养塔庙，过世以后当复供养2万亿佛，一佛入室供养是诸佛以具菩萨道，当得作佛号曰阎浮罗提。金光如来，应供正遍知名横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师佛世尊。儿时，就是当儿之时，就是啊，说前边这个须菩提完了之后，世尊复告诸比丘众，世尊呢又告一切，告诉一切这个大比丘，说了，说我今与汝啊，我现在来对你们说话，你们要注意听，要依其心，平心静气的来听我讲话。是大迦旃宴，这个迦旃宴呢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呢就叫文士，就是啊，他很有文章可观，而装饰啊也非常的妙好，所以啊文士，他呢是论义第一，他善说诸法，讲论义和人辩论呢，他是最第一。于当来世啊，说这个我这个徒弟这个文士啊，他在当来世以诸供具，以呀供佛这个种种的供具，供具呀就是供的器皿，比如佛前点灯啊，或者是花呀、花盆呐、这花瓶啊，在佛前呢，这种种的供器，这个器具，供养奉事，呀。来供养、恭敬、奉事啊，8000亿佛，有8000亿佛这么多，恭敬、尊重。这个恭敬、尊重，这是啊，以这个正报来恭敬、尊重，以口业来赞叹，身业来恭敬，啊，诸佛灭后。这所有的佛呀，每一位佛等他入涅盘了以后，各起塔庙，他都啊给这个佛啊砌塔造庙，高迁有旬，这高啊，塔庙高啊为迁有旬。那么明年到这个明尼苏达去啊，头一样啊，我们先造一个塔。因为须老的舍利在我这儿存着，我到那儿先呢给须老造个舍利塔。这
徐老啊，在生的时候由梅果的徒弟，没有到过梅果来，咱们现在把他舍利，来在梅果造一个舍利塔，来供养。啊，这是啊，俺们给这个徐，因为现在俺们没有遇到佛，遇到徐老这么一个大菩萨，来给徐老造一个宝塔。高千有旬，这个塔呀高有一千有旬，这个有旬呢，大有旬就是80里，中有旬60里，小有旬呢就40里，纵广正等啊，平呢纵就是打横啊，和这个顺竖着横竖啊正等都是一样的，500游旬，有500游旬这么样子大的面积。用什么造的呢？皆以金银，或者用金子造的，或者用银子造这个宝塔，或者用琉璃来造这个宝塔造庙，或者用车具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啊，七宝合成啊，这个塔和这个庙，种花璎珞啊，又用这个种种的花啊和这个璎珞，有涂香啊，有这个涂香是擦的，墨香这是香墨，有这个烧香，这个佛前点的这个香，增盖。增盖啊，是用这一种的绸缎的东西造成那个宝盖，闯幡，有这个闯幡来供养塔庙，用这种种的七宝来供养这个塔庙。过世以后，过了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以后啊，当福供养20000亿佛，他又应该啊供养20000亿佛。以福入世，也就像啊上边所说的供养一样的，供养是诸佛一样，供养这个佛完了之后，具菩萨道，也具足菩萨道，当得作佛，他应该啊成佛。号曰阎浮罗提金光如来，这阎浮啊就是南阎浮提啊，这是南瞻部洲，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地方，这叫南瞻部洲。因为南阎浮提啊，这有一棵这个阎浮树，这个树啊，有的说这个果子熟了掉到河里就变成金子，这个金子呢这光色最好，有的说是他那个树叶子掉到这 河里头也就变成金子。总而言之，回着这个果，回着树叶子，这都可以变成金子。因为这个所以叫阎浮提。这个挪提，挪提啊，也是梵语，中文呢就翻成一个周字，也有的地方又翻成一个成字。这个周呢就是加省这个加州，这个周。那么这个名字呢就叫阎浮洲啊，金光如来，金光如来。因为这一位尊者呀，他智慧光明啊是非常锐利的，无可破坏，犹如啊精金一样，所以叫金光如来。应供正遍知明恒足三世世间己无常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和前边那个解释的是一样的。
其土平正，玻璃为地，宝树庄严，黄金为绳，以戒道策。妙花覆地，周遍清净，见者欢喜，无四恶道。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道，多有天人诸声闻众及诸菩萨，无量万亿庄严其国。其度平正，玻璃为地，这个佛啊，这个国度啊，是平整，因为他过去修这个心地法门修的平整的，所以就感这个依报有的平整。玻璃为地，也是啊，用玻璃为地，宝树庄严，有这种种的宝树，七宝妙树啊，来庄严的果树。黄金微绳，用这黄金呢做成了绳子，一戒道财啊，在这个道路旁边呢，咱们现在的栏杆或者用铁或者用木头，那么这个金光如来呀 啊这个路旁边这个栏杆都用金的绳子来做栏杆。妙花覆地，有这种啊微妙又有一股清香的这种花覆地，总在啊这个地上。这种花都是从天上啊天女散花散下来的，这个花稍微一参旧了，或者那么干萎了，就有一股微风啊，来把这花，这旧的花吹去，又有那个新的花又落下来，周遍清净啊。为什么它周遍清净呢？就因为这一位佛呀，在因地的时候，诸恶不作，众善奉行，所以呀，周遍清净，见者欢喜，谁见着这个国家，谁就欢喜啊！不要说见佛，就是见这国家呀，这国度啊，也就生欢喜心，无四恶道。他在这个国度里边呢，没有四种的恶道。四种恶道是什么呢？就是地狱。怎么会就会有地狱呢？因为有嗔恨就会有地狱。你要没有嗔恨心了，就没有地狱了。你说你下不下地狱啊？那你就问问你有没有嗔恨心，你有嗔恨心于地狱啊，就有了来往了。恶鬼，怎么有的恶鬼呢？就因为你有贪心，你要有贪心就会堕落到恶鬼道，你要没有贪心就和恶鬼断往来了。所以这有贪心啊，譬如贪吃吧，啊，吃了又想吃，吃了又想吃，总有一股有一种贪心，这就啊，将来恐怕会做恶鬼的，因为你总怕饿，总怕饿啊，将来就变鬼去了，恶鬼道。畜生做什么会变畜生呢？愚痴就会变畜生。咱们就愚痴呢，就因为你有无明，有无明所以就会愚痴，你要没有无明就不会愚痴了，有愚痴就会啊去做畜生。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无论任何的事情不要妒忌人，
不要生一种妒忌心。拿相貌来讲吧，你切记呀，不要妒忌人的相貌生的圆满，生的美丽。你一妒忌人相貌生的美丽，你就会丑怪，会丑了。你越怕人家比你相貌圆满，你越生的丑怪，越丑陋不入人。你好像那个相貌丑陋的人呢，你自己回光返照，他就要知道啊，自己因为在往昔也净妒忌人。好像人家的聪明智慧比我大，有的人呢读一遍这个经教啊，听一遍就记得很清楚。你遇到这种人呢，切记不要生一种妒忌心啊，他真是比我记忆力好，生了一种妒忌心。你越生妒忌心呢，就越愚痴，越就不入人了。有的人看见呢，人家修道，他自己呀就放不下了。哎，他这么用功，勇猛精进啊！你看那个小沙弥啊，一天到晚都拜佛念佛，在那跪着打，除了跪着念佛，就是站着念佛，这么样用功啊，生了一种妒忌心。怎么样啊？你将来也不能修道。为什么你不能修道？就因为啊，你净妒忌人。为什么你得不到定力？也就因为你净妒忌人啊。所以呀，无论读书也好，做事也好啊，干什么你都不要妒忌人。你希望人比你好，那是啊，就是菩萨发心。你要希望人不入你，那就是魔鬼发心啊，那就是鬼，那就是畜生。你净看谁都好啊，你看谁都是佛，你就是佛；你看谁都是修罗，你也就是修罗。所以啊，不要看人家不对。恶修罗啊，没有地狱道，没有恶鬼道，没有畜生道，没有恶修罗道。他们说这个贪嗔痴啊，这三毒就堕落三恶道。那么恶修罗又是怎么成的呢？恶修罗啊，他有一种刚强好胜的心，斗争坚固，他和谁都要来斗争一下。好像现在人与人斗争，家与家斗争，国与国斗争啊，这都是一种修罗的表现。那么这个佛啊，他的果下没有这四恶道，有什么呢？多有天人，有很多的天上的人和人间的人，诸声闻众和这个二乘的声闻罗汉啊，圆角这二乘的人，及诸菩萨和这个行菩萨道教化一切众生啊，净佛果度的这个大乘的菩萨，无量万亿啊，有多少呢？有无量万亿那么多，庄严其果，以这个菩萨来圣人呢，庄严这个佛的果。佛寿十二小节，正法住是二十小节，相法已住二十小节。佛寿十二小节，这个佛的寿命啊，有十二小节这么长，正法住是二十小节，佛的正法住是有二十个小节，相法已住二十小节，相法也住二十个小节。儿时世尊欲重选此意而说偈言，这个释迦牟尼佛呀，想要再恐怕人听不懂，记不清楚，所以再用简单的这个记诵啊，来呀、往详细的说一说。诸比丘众，皆依心听，如我所说，真实无异。诸比丘众，释迦牟尼佛
个啥，你们这各位大比丘啊，皆一心听，你们都应该啊，一心不乱来听我说法，不要打那么多妄想。如我所说，真实无异，像我所说的法呀，是真实不虚的法，是真实不能变的法。是迦旃言，当以种种妙好供具供养诸佛，诸佛灭后起七宝塔，亦以花香供养舍利，其最后身得佛智慧，成等正觉，国度清净，度脱无量万亿众生，皆为十方之所供养，佛之光明无能胜者，其佛号曰阎浮金光，菩萨声闻断一切有，无量无数庄严其国。是迦旃言的，说这个迦旃言呢，他是辩才无碍论义第一，当以种种啊，他在将来啊，用种种的妙好供具，最庄严最美妙这种的供具供养诸佛，来供养啊将来的一切诸佛。诸佛灭后，所有的这个佛呀灭度之后，起七宝塔，他用这个七宝啊来造成这个宝塔，以花香，又啊用这个种种的花种种的香来供养舍利，供养佛的舍利，其最后身呢，在他最后这个身呢，得佛智慧，就是成佛了，成就无上恶欧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成等正觉，成这个正等正觉，国度清净。他的国度啊里边非常清净，没有一切的污秽，度脱无量，所度的众生啊也无量无边，万亿众生，万亿众生也就是啊，不知道有多少，皆为十方之所供养啊，他为十方这一切众生所供养，佛之光明，这个佛的光明无能胜者，哎，这个佛叫金光如来，他的光明啊是最明的，他的智慧也是最大的，无能胜者，没有能胜过这一位佛的。西佛号曰，对这一位佛，他的名号叫什么呢？叫阎浮金光，啊，叫阎浮提呀，金光如来，啊，菩萨声闻断一切有，他这个国里的菩萨和一切的声闻都断了一切有，断了欲界有、财界有、无财界有，无量无数庄严其国。这个断一切有的菩萨和声闻呢，有无量无数这么多来庄严这个佛的国度。